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？可是就像中国网友自己也不信啊，那如果这样，习大大为什么要躲起来，躲到现在不见人影？而且最近一直这个中国网络在疯传哦，接下来呢，这个非常重要的北戴河会议，北戴河会议哦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是那些中国高层呢，在这个会议中都在干嘛？瞧自己的政治利益耶，这很敏感的，所以常他们开会的时间不一定，地点也不一定的北戴河会议啊，听说今年有可能会取消，为什么要取消？习大大在怕什么？中国如果农产品丰收创纪录，除非淹水是假的，它其实有些地方是旱灾，它有些地方是蝗灾，所以今年可以说是啊，大自然那气候哦反扑啊，非常严重，那中国在这种状况下，其实下一波可能产生的就是会不会产生饥荒了、大家要知道哦，假设啦，假设一天呐、明天所有的水都不见了，你光重建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对，水淹过的地方，那个农田就不能种了。因为你水会带来呢啊，什么泥沙啦、土石啦、垃圾，你光把它地再整好要很长的时间。对，你淹过的房子，光整理就不得了了。中国有多少面积泡在水里面？对，所以就算水明天就不见了。你光是灾后重建啊，就不得了了，而且要花多少钱啊？更何况，危机还没解除哦，还在下雨。对，从六月下到现在，都是破纪录的大雨。这个其实在过去也很少见，所以才造成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的大河、湖泊、水坝都在危机里面。对，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水深度都是160-170米了、那几乎等50层楼以上的那个水深的，对啊，那要爆了那还得了啊？夸张。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开始就，这应该也是大外宣的一部分。什么又大外宣又大内宣、什么大坝大坝一百年内越泡水越结实嘞。好像水库都泡在水里面吧，所以应该每一个水坝都会越来越结实。那一百年后如果你讲的不准确，你也不用负责嘛。对，因为你一百年了，就跟算命的最喜欢算小孩子一样，说这个人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有多厉害，如果不准你也找不到他了。刚有提到北戴河会议哦，北戴河会议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啊见证了啊，他执政以来啊，他是党内最重要的一个会议了。毛泽东时代啊，中国的几乎重要的会议，其实在北戴河啊，毛泽东都会带着中国的高干在那边避暑了、北戴河大概在河北的东北边，这个往离山海关很近的、所以那个地方哦，其实夏天的气候非常凉爽。清朝时代就是很多外国人在那边盖别墅了。那共产党上台以后，当然就把那些别墅全部征收了，那变成了共产党高干的避暑圣地。所以毛泽东时代大概几乎有十几年的时间了。差不多北京上班都到七月了，那八月开始啊，所有的共产党就往北戴河去，一方面度假啊，一方面办公了。所以很多会议在那个地方形成，它也许不是一个正式会议，但就是说共产党在那个地方哦，他会讨论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呢，就通称为北戴河会议，都讨论秘密的事。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1958年，毛泽东在那个地方决定了炮击金门，就所谓的823炮战。就在北戴河决定的，还有他的所谓的那什么大跃进啊，人民公社啦，最后造成大饥荒的20好几千万个中国人，就所以北戴河，那很重要的会议，在历史上啊，共产党很多重要会议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们后来看到的中一般呢，你媒体上有什么人大会议啦，等等那些政协会议啊，都是鼓鼓掌啊，那个都零票反对啊，反对的请举手。共产党真正开会很多在北戴河，对，听说有时候开会是互相叫骂，还可以编的，所以北戴河是共产党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地方。不怪习近平今年不敢去啊，但北戴河也曾经沉寂一段时间了，胡锦涛就不去那边开会了，因为胡锦涛是2002年上台，他2003年他第一个夏天他都禁止共产党去那个地方，因为那一年有 SARS。要是高干群聚要全部感染，哇，那就很麻烦。后来胡锦涛就开始北戴河不开会了，有度假但不开会。习近平的时候又把它恢复。听说习近平去北戴河，他也会游泳哦。
哦，不过他游泳很特别，有200个保镖陪他游。我不晓得你这样还游得下去吗？真的哈。但是去年在北戴河会议啊，就产生一个话题。听说有一位共产党大佬，他写了一篇，说明年我们还能在北戴河见面吗？就去年会议的时候，他写出来，意思就是说，共产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。嗯哼。习近平，你如果不好好处理，那明年的话，共产党还有吗？对，那今年共产党的挑战更大了，多了一个武汉肺炎，多了现在一个水灾的问题，以及习近平啊开始啊，开在南海啦，或者是说在东海等等，制造了变成周边国家对中国，既可以说是中国成了麻烦制造者。对，那在这种状态之下，习近平如何来面对处理？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其实很快哦，正常的话，大概下个月8月应该就，对，就共产党高官就往北戴河那边移动了。听说可能不会有北戴河会议了。那这个外界观察大概几个问题哈。一般公司的董事长，如果你公司不能控制哦，他通常会停开董事会。啊，当时为了卖亏啊了，才不会产生什么进一步的变化，表示他对公司的控制啊，恐怕会产生问题了。另外啊，中国内部的问题压力有多大？这个时候中国其实应该好好的去处理它内部。真的。尤其刚刚我们几位来宾提到了，水灾受害的就是老百姓。真的。如果万一发生饥荒啊，发生任何的事情，共产党这些高干不会有事情的，但无辜的中国农民啊，这些平民百姓啊，会很惨。对。那共产党呢？他这个时候还浪费他的钱。国家资源，对，去南海那边耀武扬威，展现他的军事肌肉啊，那飞机每天那么到处飞，到处去挑衅，真的，有必要吗？那习近平做这些事情呢、啊？我觉得现在内部不服气的声音一定会越来越大，对，因为像水这样淹的话，你说国家政府能怎么处理？你发什么警报？什么橘色、红色？你能够把人民叫他们搬家吗？避难避去哪里？因为它淹水的范围太大，对，受影响的人太多，到处都淹水，对，能走去哪儿呢？能到什么地方去逃难呢？对，你看，不只是长江而已啊，黄河啊、淮河啊，整个中国几乎都快泡在水里了。对，这个时候，习近平面对的问题，如果没处理好，对，共产党内反对他的声音就有力量了。好，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开不开？不开的话，代表什么意义？是习近平真的害怕了哈。对，习近平他当然最近是躲起来，这是当独裁者的一个好处了哈。他想不见就躲起来，想出来就出来，反对了就抓起来。哎，他最近真的开始打老虎了哈，37个高官落马呢。他大概就是继续玩这一套嘛，但是这样其实也是累积党内对他的不满了。那如果北戴河会议开了，共产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措施？其实这是国际上大家非常非常瞩目的哈。